正在执行的程式是 BLE for Speech Demo， 那 rescan 就会把目前有在网络上面有看到的 BLE 都给拉进来。那刚刚已经是自动带到这个，已经有抓到这个 device 的。好，那这边呢，输入0x07 send 出去，就可以看得到那个讯号透过 GPC2 上面的 BLE 的 module， 那后 pass 给 GPM3508A。 那这边的三个灯号显示的是从 bit 0 bit 1 bit 2这个三个灯。那接下来我换成05 send 出去，就可以看得到是三个灯是101。好，那这个部分是 BLE 的部分。那我们再来看看 RF 的部分。RF 这边 RF 是 GPM3508A， 那透过 touch 去。这边是 T 叉，这边是 R 叉，那灯号的部分如同手去 touch 到的那个 touchpad， 就是按到哪一个就亮哪一个灯。